Dit jaar viel het Chinese nieuwjaar ook weer gedurende het Rotterdams Filmfestival. Festivalgangers konden dan ook een bezoek doen aan de festiviteiten nabij de Westkruiskade, georganiseerd door de Rotterdamse Chinese gemeenschap. CRTV sprak tijdens het festival met de Canadees-Chinese regisseur Clement Chang, afkomstig uit de Chinese gemeenschap van Vancouver.我收俾鄭思傑導演啦，咁咧就佢其中一部戲咧就喺呢度啊，呢個俄羅丹嘅國際電影節咧就上映嘅。不如你介紹下呢套戲先啦，可能好多觀眾啊未見過、未睇過。呢套戲係其實基本上係講關於一個愛情故事，但係係講有60年嘅時間裏邊。 嘅一個愛情故歸納咗一個愛情故事嚟嘅。咁呢個故事咧，我知道係1930年啦，去到三藩市咁。咁其實嗰個故事嗰個過程係點樣可以講講？其實基本上。 我估打仗嘅時候，好多人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尤其是香港一個英國屬地嘅叫做 colony 啦，係一個咁當時唔單止有好多中國人喺香港滯留咗，而係有好多中國人會喺三藩市，甚至乎喺美國嘅東岸西岸嗰邊係做一啲淘金啊，或者係甚至乎係幫起鐵路嘅一啲工程。咁而由故事就係嗰度咁樣去開始，咁就係話，我哋中國人本身嘅根喺邊度嚟嘅咧？我哋屋企喺邊度咧？ 然之後又咁樣發展落去，到今時今日，好啦，到香港而家回歸翻香港啦。咁究竟我哋而家個心覺得祖國係我哋屋企啊，香港我哋屋企啊，抑或係我哋自己心裏邊最緊要嗰樣嘢係邊度咧？係咁呢個係關於一個翻屋企嘅故仔嚟嘅。呢個戲嘅中文名就《東風波》，點解有呢個名？ 咁《東風破》其實有分開分拆喺兩個部分，第一個就係東風啦。咁《東風》咩意思咧？就係話其實每年咧，尤其是係喺中國一帶咧，係春天第一陣風咧，就係由東邊吹嚟嘅。咁當中國人知道有東風吹嚟嘅時候，就知道原來咧春天就嚟啦，即係其實一年嘅開始。 重新嚟過就係嗰陣時啦。咁破意思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究竟點樣可以突破到我哋自己，或者我哋身邊嘅環境，同埋一啲情況。咁我哋先至可以重新有一個新嘅開始，同埋一個新嘅景地咯，應該話係。咁你話依出戲咧就講話，即係可以講話尋根啊，翻返香港啊。咁究竟係你自己覺得自己係屬於乜嘢咁？我知道你自己咧就話你自己喺加拿大咧翻返香港喎。咁如果你頭先問嗰個問題，你自己會點答咧？其實我估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因為點解會有呢個故事？其中一個緊要原因就話，咁尤其是我哋呢一代啦，因為有移民潮啦，甚至乎無論係喺北美又好，或者喺歐洲、荷蘭都好，有好多嘅移民係中國人。 嚟到呢個地方嘅，咁點解我哋會嚟到地方，其實都係想俾我哋下一代啊，甚至乎係我哋自己啊，有一個更好嘅未來或者一啲嘅開始啦。咁但係其實究竟我哋咩人呢？我哋個樣擺到明就係一個中國人嚟㗎啦，係咁去到外國嘅時候，如果門口講英文，咁究竟你嘅 passport 又可能揸唔同國家嘅地方嘅，咁呢個我覺得係非常值得探討嘅一個題材。咁而《東風破》裏面就會講到就係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你嘅屋企。 喺边度咧？究竟你住嘅地方啦，你出世嘅地方啦，定系你嘅心，你嘅屋企人喺边度啊？呢个就系成套戏其实好紧要嘅其中一个主题嚟，系一个。我知道你话你自己都系喺加拿大长大，系咪？咁然之后翻香港啦，咁你如果你自己，你觉得你系自己咩样人咧？咁我系一个中国人啦。<笑> 因為其實你冇辦法嘅，我覺得好緊要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得意一樣嘢就係話，我諗最近，知道華嘅過身咧，都喚醒翻起好多唔同人對六四啊、對八九民運嘅呢個嘅一個情懷喺裏邊嘅。
咁我對我自己嚟講咧，因為其實我好細個離開咗香港。咁我記得第一次我睇電視流眼淚嘅時候，就係我喺電視嘅直播喺外國，見到呢個天安門事件發生嘅時候，咁我真係流眼淚嘅。咁我當時會覺得好奇怪，其實我嗰陣時又未回歸，我又喺外身處外國，咁究竟點解我會覺得咁啊？好似好有關係咧，咁然之後我好記得我當時情況就係話，嗰次第一次我覺得我係一個中國人咯，因為我好記得我初初去外國度生活嘅時候，尤其是翻學啊、讀書啊咁樣咧，咁人哋問你邊度嚟㗎？咁我係香港，咁冇人知道香港喺邊度嚟嘅，咁就係話你係中國人，咁我話我唔係中國人啊，香港人嚟嘅，咁樣呢個我估好得意嘅一個諗法啦，但直到嗰刻開始，我覺得其實我係同中國人。同中國呢個地方同埋中國人呢個咁樣嘅血緣咧，係冇辦法分離嘅。咁所以其實你問到喺邊度，咁都係我係中國人係。咁講翻呢出戲啦，咁你首先講話1989年嘅六四事件咧，就係你有感觸啦。但係咁呢出戲係講翻1930啊，然後講翻有少 history 嘅嘢喎。點會有真係有咁嘅諗法係咁樣拍法啊？其中一樣就是因為我仲有另我個 partner 就係我個拍檔係麥宇恩啊，另外導演啊，咁我大家都對以前嘅一啲嘢，譬如話打仗嘅嗰個情況係點樣啊？因為細個成日都聽呢樣嘢嘅，咁覺得好 fascinated by 嗰、那個period 嘅嘢，咁再加埋因為今次本身呢套電影係back up by 東華三院香港嘅，咁然之後我哋有好多中醫嘅元素喺裏邊咧，咁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講關於其實香港其中一段時間嘅歷史，因為我細個我記得嘅係就係成日講，我聽我嫲嫲講啊，就係打仗嘅時候會點樣啊？然之後我爸爸出世嘅時候，咁佢哋點走難法啊？再加埋就係話，後屘做咗啲 research 關於中醫嘅一啲嘢，同埋講關於東華三院啊，甚至乎一啲海外華人嘅一啲事蹟咁咧。咁咦，原來嗰段時間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嚟嘅。咁我哋就想include 埋嗰個 period 嘅一啲嘅細節，或者一啲當時嘅點滴，可以喺套戲裏邊去講原來如果情究竟係點樣去融合埋一齊咧咁樣。咁未來啦，未來有冇諗住拍其他嘅戲啊？做緊咩 project 啊？其實咩都想做，我之前拍一套功夫片啦，咁而家今次拍一套文藝片啦，咁嚟緊嘅其實無論係一啲吸血殭屍啊。或者是一些喪屍啊，甚至乎是音樂劇啊，我都有興趣 去接涉獵下好，唔該曬你。